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玩乐游乐园，我是你们的游戏直播线上 DJ CA。最近呢，有更新那个《好美好时光女孩》的活跃基础游戏职业，然后现在的版本是 V0.92B 版的。然后在9月以后有更新，然后是最近因为有点忙，所以现在才拍影片哦。然后一样呢，如果说要更新的话，这边模组下载这边，我这边有点开连结，你就可以点进去。点开连结之后呢，然后他作者有更新他现在下载的那个档案哦。那目前第一个版本一样，也是就是那个就是妓院版图，然后再来就是他把两个职业，不管你有没有来去工作，或者是只有基础游戏呢，他把这个档案他归类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一样 download 下来，解压缩之后丢到你的 MOS 资料夹，就可以进行运作了。那还没看过那个我第一支影片的《美好时光女孩》的那个第一支影片的观众呢，可以点右上角的连结，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第一支影片有教你如何安装的部分。那他把我这边来稍微讲解一下，作者有把两个工作的，不管是兔子洞还是就是可以跟着小人前往去工作的这个档案呢，归类在同一个资料夹。那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哦。好，假设如果你要让你的模拟小人现在要找一个工作，这个是有可以根据上班的，就是这边职业我们可以跟着模拟小人去上班，就是有来去上班资料片。那如果是你是没有来去上班资料片的玩家呢，这边就可以往滑到下面，这边也有一个就是美好时光，然后注意它是这个是 for 基础游戏的兔子洞的职业，对，它没有办法跟着模拟小人去上班，你就如果没有的话，就要选这个。好，它这个就是它把两个职业的部分把它归类在同一个工作选择职业的那个栏位里面，这样子。好，那这就是它更新的部分。然后我们的模拟小人呢，它这边有要升迁的条件部分嘛，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看书，我们可以购买书本。然后这个是有，因为这个模组是有关系到其他的邪恶的突发奇想的那个模组哦，所以就是会有它的相关的那个模组也要跟着下载。好，这边就会有什么你的那个需要这个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啊，这个就把它买下来，让小人去阅读，去增加他的那个工作技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很快就会升迁。那他目前应该算是第三阶段淫秽的，第一阶段是，然后到第四阶段嘞。反正我想要知道，就是他到后面是看书困难吗？就是我想要他到那个最后一个阶段是怎么样子的状态？好，我们的模拟小人呢要前往我们的工作，直接加入单独发送，就是小人自行前往这样子。好的，我们来到我们的，我们想穿很少，没关系。好，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人不小心裸体的。好，目前没有。我们的妈妈桑，我们都夫人换人了呢。这个是谁？你是谁呀？放荡的女人，她也是这边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也是，大部分来的都是老人欸。好，我们来跟她了解一下，应该要跟她有趣的介绍。我们的客人上了 Queen 约翰 ，Queen 是什么意思啊？他叫做艾伦之，然后那个头顶上会有剪的这根啊，从外面进来的，好像是女客，然后约翰是男嫖客，忽略。老板回应一下好了，你是谁啊？他是蜘蛛猪是谁？跟他调情好了。我们的模拟小人非常爱跳舞，调情，跟他调情。模拟小人脸上妆容都失去了，让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变得好轻松，跟女孩们开玩笑，跟她讲个随便讲个笑话吧，有趣的笑话，要调情两次才可以。那我们就可以赚钱了，这样子。对，蜘蛛为什么他的那个
名字这么奇怪。好了，可以去。都没有人洗东西耶。我当初是怕说那个摩一小饿死，所以就是帮忙加了一个炉去办事。他今天穿得很辣，直接穿内衣服。我们前往了二楼，想要办事，打电话来说恭喜你在工作上大幅升迁，这是你应得的。怎样？他说什么？就这样。装了别的模组之后，就会有一些很好笑的东西。那今天什么？小费86，吓死我！共计948。想说弄那么久，来自于我也是名黑黑之后。吃过一个大家伙之后，其他的一切感觉都很无聊啊。问题是没有所有的魔力小人都是大家伙，真是辛苦辛苦我们家的孟子。不行哦，我觉得他应该要先去恢复一下的情绪，先洗澡，让他吃个东西，田园沙拉，田园沙拉。他这个不知道怎样，我觉得最新的更新之后，他们的名字都很奇妙。称赞客户跟客户方关系，又可以去转一次，又可以去转一次，快赶快去解决！等一下就要下班了，我很少跑到第二阶段就是通常都是在第一阶段，因为都会来不及啊。什么？他今天值班完成了，获得一个很棒的工作，750块，算是高的啦。如果说750块，如果说以乘以30的话，750块乘以30。他今天一个晚上赚了22000，我们让他模拟小人，因为我有点担心他是不是怀孕了，但是我让他吃药，就是不要让他怀孕。他如果说要避免这个的话，就是让模拟小人去直接把他的那个怀孕的那个关掉，到那个创建模拟市民的那个地方。女士登记入住什么意思？跟他说什么？因为他是主导，跟他说嗨，他说被请求哦，好啊，接受。都长得很普通，都没有长得很帅的那一种，他好像不太需要哈。确保友好关系，就等于就是说跟他就是要保持友善关系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他现在结束了，然后他还是因为他已经习惯那个随便抱怨爱情生活。跟他友善的关系，问他就寒暄一下，了解一下，问候我们的妈妈请教。我来看一下我现在的职业等级是到多少了。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升级了我们快要升级了。好啦，我们再跟他奉献一下自己好了。客户先去楼上，希望今天可以完成更好的那个工作阶段。哎呦，受启发，富二代有在附近。啊，真的假的？有富二代？那现在薪资是52145。好了，我们的孟子完成了值班啊，晋升为流浪汉。他说现在每小时赚到25块，一小时总计100。他下次上班会在礼拜一的8点。他晋升为流浪汉哦。什么意思啊？等下来看一下他职业的那个健身的那个类别是长怎么样子。菊花花公子他说：“什么样呢？你已经足够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名字，衣服上面的污渍再也不会让你苦恼，而且会让他们发疯。是时候向公众展示你的才能。所以应该就是花花公子吧？应该不要叫，应该要把它改。”改叫什么？流浪汉，前往公园，可以在公园这么开心哦。那我们去公园好了。那下次工作时间我看一下，下次工作时间是3天后的晚上8点。那他可以再趁8点到凌晨4点。好的，那他可以趁就是8点以前去公园绕绕这样子。我们看我们会在公园找到谁。这是街头拦客的意思吗？好啦，我们来到了玉兰花公园，我们先去厕所好了。好，先去厕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谁。先来看一下，这个是，唯一的成人是那个加藤健太。我把厕所改有浴室，
欸，这样子很好欸。如果说玩模拟小人，哎呦，这是谁？沃夫冈，沃夫冈青年欸，好，他是粉丝哦。介绍，然后认识了吗？奉献自己，被请求，哇！好，接受。我们只是为了要完成我们的那个工作。我看他们会去哪里，还是在那个把镜头拉远一点。他们在厕所，好吧。哇，他现在他今天赚了2800哎，2800在他，2800在他的那个，先去淋浴啊，洗个澡。他是光屁屁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出来呢？那我们再看一下有谁？哎呦，这是校长，校长汤哦。还有谁来这里呢？还是找去让他去别的公园好了，让他去别的公园。现在我们再前往下一个公园好了。他已经完成了一个。好，我们野兔角落，来到了野兔角落，感觉好像。比较多小朋友，令人担心的是在公共场所这样做冒着很大的风险。确实啊，确实公园这里有点难，这边蛮困难的。刚刚有一个人不见了，还有谁？哎呦，沃夫刚有来了，他想干嘛？他说我问他愿不愿意当女朋友，太行耶。因为那个孟子的工作，他跟他讲要必须赞赏他的勇气，指责进展太快。我觉得他需要再多多了解啊！你怎么这样会不会太快？阴沉，因为沃夫刚是阴沉个性的，他提振一下心情啊，跟他讲个笑话啊。我们不适合当男女朋友吧？希望沃夫刚不要再跟过来了。他觉得我们家孟子太迷人哦，孟子有够迷人，就是三民主义公园吧。孟子之所以没有男朋友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工作关系。他虽然说有同居人，但是还是没有进展到男女朋友，目前为止都还是没有。而在他拔豆腰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住，这里好像蛮适合的，可以来吃个简单吃个东西。迅速吃完一餐，这边都没人啊！这边没人，能找谁呀？只能走来这个摊贩这里。哦，这里有人在健身，这谁？他穿成这样，有个成人，他不想让我知道他的真面目就对了。等一下，好像长得还可以。有谁？三米苏诺观光客。好吧，那我们就只能找这个新人。跟他有趣的介绍，跑这么远，换上我们的工作服，跟他聊个天吧。三米苏诺算，因为这是公园啊，这边还可以上楼啊，这边还有浴室这根本就是一个人的家了吧？就是这边可以改成房间啊，这样子，这是一个人的家了吧？这公园怎么这么澎湃？他们要在哪里住？他们要去楼上。第二回合，他只要完成两个回合，然后再去工作。不知道他今天会赚多少。我等一下，他现在赚了4455哎。先洗个澡，上个厕所。哇，他今天30分钟赚了，他的小费405块，然后我们完成了。为什么前往公园？对啊，前往公园啊，他不是找了一个人吗？这样不行吗？从周围那边赚点钱，对啊。这样不行哦。大嚼客沃夫冈怎样？他说：“哦，我们等一下再去前往下一个公园吧。”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这个不行刚刚的那个也是新认识的啊，难道一开始就要那个吗？什么都不用讲，然后就说，你要不要？也太刺激了吧！我看一看，我觉得三米苏诺公园非常适合
流浪汉住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玩那个从零开始三米苏诺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是完全就是可以让小人可以过得还不错的地方，还不错的位置，而且你可以有浴缸，有沙发，也可以睡觉，它只是差了少了床而已。我们来到了绿洲之泉的沙漠之花，我稍微把它改造了一下，让孟子去完成他的第二个去公园揽客这个任务。我们会在沙漠之花遇到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个中午12点的时候，哇，今天是恶作剧之日啊！我们顺便来，这是谁？这是比卡伊人。我们来随便跟他，我们过来这里好了。我们会成功邀约到比卡伊人吗？跟他尖叫一下！哎呦，然后是自我介绍，先让你改变服装好了。我们现在换上了工作服，我们就可以揽客。然后现在那个伊卡艺人要走了，他没有办法跟他那个。然后是自我介绍，我们的伊卡艺人会成功被我们的孟子给虏获吗？艺人想要桑杰吗？不行哦，伊卡艺人非常洁身自爱。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谁？这是谁啊？青年。好吧，我们就选他了，跟他友善的介绍，而不是挑逗介绍。看他们是不是会去我刚改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会啦，因为没有那个床，其实他们只能在沙发。啊，如果没有沙发的话，其实他们也很难做事情。哎呦，他们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床有被人家占据了，有了有了有了，已经成可以了。他今天赚了1155哎，孟子去洗个澡吧，冲个冷水澡冷静一下。他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然后就是之后再就是回去上班的时候可以那个晋升，因为他现在是工作非常出色，即就是在2天后就又可以回到他的工作场所了。好，我们今天完成他去前往公园揽客的这个动作。嘿，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CA， 我们下次见。那如果想要下载这个美好时光女孩的魔族的观众呢，就到我的影片下方连结就可以去下载，前往下载那个魔族。好，那就下次见啦，拜拜。